你知道我荧幕的第一个，我的荧幕初吻是跟谁吗？跟谁？董志成董哥。哇，嘴对嘴哦。录影，小声一点好不好？笑那么大声，真的假的？我演他老婆。正式结为夫妻。我跟男生拍过吻戏，而且你好适合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跟男生拍吻戏，那个舌头还这样。应该是跟海报吧。哪一部？你先跟我们大家更新一下，我印象都没有这部戏。是这个我来跟你讲，这个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吗？真的有。然后我跟男生演戏，我想说，我那时候拿到剧本，我想说，嘴唇碰一下就好了吧。然后导演就咔，然后男生就伸舌头了。不，导演就说，你们接吻是这样，你们跟情侣接吻是这样吗？你的舌头要钻啊。那你这样可以找片段给我吗？我好好奇哦。公寓春光。好酷哦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你们如果有看《来去全影》的话，你们这一集就赚到了，因为你们知道他的一些过去、欸。那是我很得意的作品。